上海，感受创新杨浦。大家好，我是冯琳，今天跟着我来打卡城市第一站复旦大学，一起感受这所百年老校的独特魅力。光华大道的北面就是复旦的地标性建筑光华楼。这里是无数复旦人的人生照片取景地。香灰堂被誉为复旦人的精神家园，它分为南堂和北堂，而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南堂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基本上至今南堂都保留着这些老式座椅，是不是很有年代感？而像一些大型演出呢，基本上都是在北堂举行。比起单纯的拍照打卡，我更想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张明信片。遇见魅力上海，到杨浦游复旦。